起来看和刘教练的直播花絮吧。原生客群跳起，CP 又值开始了。原生客群在发起，原生客群，他刚刚冒出来他了。客群，你是他说你有说你要不行，我都不行，他说我是不能忍受。就我是不能忍受，有人说你要不起，你快点气上。不要老说我不起。我跟你说。你们说什么对，但是我不是一点的国籍不超所以不该这样想。我你只是看起来累，其实你并没有很累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假如说累的话，我告诉你会被他们操死。你们居然不讲理。好消息，最后两首歌了，只剩两首歌了。好了，五六三三，强行激活能量，来兄弟们，往回推，往回推，基本上。恐龙扛狼扛狼扛，恐龙扛狼扛狼，邪恶邪恶扛狼强。后面还有他，基本至少完成了一半。来，不靠左右，先来一次简单，屁股后仰。有没有人可以带我回到过去？今天来上跳操，打歌感觉是不是很特别，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我说实在的，我现在是真的很开心。而且是我们之间一起跳，所以我们一起跳，真的是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。好，对那个整个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里面多巴胺、多巴胺没，脑内啡里面都出来了，什么都出来了，都出来了。好，再次给客群掌声鼓励一下。飘了，飘了。我的手就这样，当音乐一出来之后，他就会感觉到精神又来了。这次我们来一个开心点，好不好？来一个开心点，我一直都很开心啊。夏天刚才跳完非常的热，我们来吃一个冰淇淋。土耳其冰淇淋，表情间歇性失去管理。哎呀！哎呀！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原本只是想说来打个歌。来了之后也觉得还好吧，啊，不是不是，还有一些歌手朋友就给他买直播间，大金，我一定会每一个一个一个骗他们，等一下，给他们，现在客群他的新歌来了，放一下，非常好听，时光机，哥哥，我们要掌声鼓励一下。我一开始预期啊，我一开始预期，我就是想到趴兔，但到趴兔，其实到趴万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应该就是到趴兔了。最后我四趴都跳完了，而且我跳完之后，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跳五首。来，对不对？他们应该没听到吧？来嘛，来嘛，来嘛，对。